等到那个时候啊，我担心的是这段记忆就得永远留在你脑袋里，值吗？那让凶手逍遥法外值吗？让我跟我太太永远活在恐惧中值吗？我们不能为了抓到一个怪物，而去制造另外一个怪物。从岁月走过，把真相遗落，你我的寂寞该从哪里人走？绝望的沉默，激动的诉说，都不是挽救，而是手足无措。幸福从最高点坠落，抹在回忆亮尽烛火，恍如隔世的人舍你舍我，那得做感想，那不做感动，怎不怕隔世一绝，只在相拥，那得做舍过，那不做旧梦，为你几番功磨多，才会懂得荒漠的感动。今天我太太看我的眼神，就像看一个怪物。回旋的冷漠，隐藏的疼痛，都折射渴求挣扎可以被动。最在乎的人，能伤人最重，因为还有爱沉默，情绪汹涌。幸福从最高点坠落，抹在回忆亮尽烛火，恍如隔世的人舍你舍我，那得做感伤，那不做感痛，怎不怕隔世一劫，只在意相拥，那得做舍过，那不做怎不怕隔世一劫，只在意相拥。